我们今天来到迪士尼了，从来没有来过上海迪士尼。然后正好又是万圣节，所以听说会谜底人很多，但是应该也会很好玩。Let's go。Tinkerbell 大家都很想要，然后要抽签才能买。我先抽一下哦，看有没有中奖，中奖，中奖啊！太棒了，恭喜你获得了特选商品园内购买入场券。我也要抱抱。他来了，看他的保镖好多。好大呀，人好多，哇塞，好像啊，好像哦，哦，他是有穿睡衣的 Linabelle。 一直跟我说话，他的说就是你带我走，哎呀，带我走，我为什么没有想到？我是来卖玩偶的，但是因为很多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小孩，我大家都很喜欢 Linabelle， 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满满的收获回家。我们要来吃饭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快到了呢？哇，不会吧？Linabelle， 你不会是要帮我庆祝生日吧？哦，真的吗？谢谢，爱你。欢迎来到我们 Linabelle 组成生日派对。